是这个翘课的问题。是，但是在本班呢，因为有两位同学翘课，所以我们就选了两个新同学。有吗？有吗？有有，一位是滨崎步，玄奘大船组。滨崎步，哎，要有一个你的招牌动作。配合听障奥运啊，对对对对，期间要气冲天啊，真的感觉是不错。想要拿十字弓了，对，可以吗？我们先看他说什么，你想做什么？动物是不是想跟他表白啊？哦，是丘比特的箭，你要不是？好了，就配对了，好不好？那第二位只好配给你哦 ，Ken 哥。我的天啊！大总爱，掌声欢迎大总爱，总到爆炸。大总爱，你在做法吗？你手在干什么？但就是当初我们那个试镜一直逼向镜头的，对对对，对啊，那位大总爱一定要站起来扭动你的身躯 ，music， 哦耶，哎，阿米老师不愿意看啊，有有，我的天哪，你肚子怎么垮了？要垮了，垮了，回去吧。好了，我们今天有两位会让大家想翘课的同学啦，是不是？其实呢，这个根据调查哦，94%的大学生表示曾经翘课，这应该是有史以来做过最有说服力的一个调查，因为大家都好诚实哦，差不多94%啦哈。然后呢，这个有的同学因为睡过头，然后甚至一个学期有翘超过10次以上，那但是。比较多的啦，64%大学生是平均一周翘课1到3次哦。嗯，到底这个翘课为什么这么迷人呢？对，马上问问看大学生，你最常翘课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小苹果，这算理由吗？这是理由啊，就是找不到衣服穿啊，就是我裸体睡觉。不是不是不是，就是找不到合适的衣服，然后搭配都不好看，就不想出门。哎，小苹果的理由跟滨崎步是成对的。哎呦，滨崎步写的是不想化妆。哦，对啊，有时候就觉得很累，就觉得那天精神状况不好，就是不想化妆，不想化妆了就不要出门。好会对，好会对啊，还有对嘴。哦、oh, ，那能不能素颜去上课呢？不行啊，我绝对不素颜出门。我连去 Seven Eleven 楼下的便利商店，我都不能素颜。哦、oh. oh. ，那现在是有画过吗？有，对，我也在想，现在有画过？你现在有画吗？学习，因为我们都是学期末的时候会选下学期的课，然后我做人就是追求只要把那满，所以常常就选了很多课，我自己都忘记了。然后开学之后，我跟大家去上一样的课，可我自己选的我就忘记了。然后可能过了两三礼拜，想要说，哎，我好像。礼拜五学了某一堂课，坐堂了，就从头到尾一直没有去到正确的课这样子。但大总爱是早餐吃不饱，嗯，如果吃不饱的话就没有精神上课啊。尤其我刚之前都是早上的课，早餐要去哪里吃到饱？早餐要吃多少？吃比如说什么东西才吃得饱？要看当天的心情而定哎，有时候看电视看一看，就一大早看电视看一看，然后看累了，然后没东西吃就回去睡了。没东西吃回去。他早餐基本款就是要一个汉堡，然后还要再加一个饭团，然后还要一起就对了。每次我们选课的时候，一大早，然后我那天早餐吃的是麻油鸡跟油饭。早餐有吃吗？早餐有卖麻油鸡，是作业做完了吧？可能吧。贝，你是修路哦。对啊，因为我觉得。就是我去学校的路只有一条，然后看到那条在修路，然后想说，哎呦，这样太远了，就在家睡一下好了。哦，只要修路就不想。所以你看，各种理由都可能。是的，对不对？想翘就翘啊！真的，我们今天呢，这个大学生想要翘课的理由可以说是千百种了。来看一下，我们今天专家这个他们的看法怎么样？首先，第一位这一位呢，他本身。他的创作都在鼓励大家，就是说，比如说，能不能够不要去上班啊？能够不要去上课啊？能不能够就翘课啊？这种，所以马上欢迎到我们的部落客作家弯弯。哎，是弯弯。同学好，同学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弯弯。弯弯，请问有什么原因会让你当初其实也想要翘课，或是不要就是上课的？我觉得是同学的问题。同学的问题，同学害到你。我曾经就是因为以前国中的时候，因为同学朋友太少，然后因为朋友请假，后来那一天我都很不想去上课。因为就是没有人陪我吃饭了，我还曾经就是躲到厕所去吃便当。你可吃加味便当嘞？对，你看马上第二位我们这个家长代表廖慧英老师就生气了，欢迎。哎，大家好，廖老师。廖老师，你这个本身有小孩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小孩要拒绝上课，跟你提过最喊的理由是什么？妈，今天下大雨，要跑到阳明山去很累，我要骑车骑到那边都湿透了 ，OK 吗？这样就让他不要，就不用去了。对啊，我说就算了嘛。我还以为你很严呢，你这样子算
是蛮重的，他可以坐车啊，他可以坐车去啊。我很宽松哎，我就让他说 OK 不去啊，蛮宽。然后还有我女儿说，哎呀，那个木工课蚊子好多、哦，每次在那边做木工的时候，因为他是学建筑嘛，所以做要上木工课嘛，所以他就讲说那个木工课的蚊子很多，然后那个机器看起来很恐怖或怎么样 ，OK 不上。如果反正。我也不希望你去做什么木工嘛，那你要学一个基本的，那能够过去就 OK 了，所以我都很宽松啊。你是一个非常溺爱孩子的母亲。不是溺爱，我是觉得其实很多课里面，我们自己读过大学，对不对？有很多课就是说真的是不上其实是无所谓的。哎呦真的，你以前也是翘课一族咯？我没有翘那么厉害，但是有些课我是不太去上的，譬如说他点名，而且点完名之后马上就在黑板抄板书。嗯，你知道板书抄到满，让我们抄多么浪费时间啊，对不对？你还不如说，哎，下课以后跟同学借个笔记，半个钟头就抄完了，哦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点完名，我们就爬窗出去了。爬窗出去。对啊，因为门前面只有一个门，他会看到嘛，所以大概你就选那个窗边，然后就爬出去啊。这一点大总爱应该做不到了。哦，对，你有爬窗吗？应该是我爬，而且玄奘的窗很高哎，怎么爬？玄奘的窗很高，对，他把窗都弄垮了，而且洞很小，直接把窗弄垮，对啊，一搭一唱的。接下来第三位呢，就是觉得说你们刚刚这些行为真是不对劲的，这个老师代表，马上欢迎我们德林休闲系教授赵曼白啊，欢迎。在场的大学生，还有我们德林的8000的同学，大家好。哦，是老师啊，请问这个你听过最学生最夸张不来上课的理由？我们曾经有同学被那个不良分子诱拐，然后去贩毒。哎呀，那我们大学生常认为就是说我不吸毒，我贩毒应该没有问题，但是他就是不小心，然后被那个不良分子然后去诱拐，然后去贩毒。然后后来呢，事情发生了以后呢，教官呢，我在上课，教官突然跑过来，哎，赵老师你下来，那我就下来跑到那个走廊上，他就说呢，你们班上有个同学发生这样的事情啊，然后目前来讲呢，他还上课啊，但是未来他可不可以在学校上课，可能要我们要开这个校评会议 ，OK， 然后那我希望你呢不要跟其他同学然后去讲这件事情，让他最起码在这段时间能够安全的，很好的在这边上课。今天呢，其实我们就有几位同学呢，要来告诉我们到底为什么他们翘课的理由啦。然后就由我们主持人呢，还有几位特别来宾来评断。如果说评断出来你这只是借口的话，就要接受我们的终极惩罚啦。没有错。首先第一个理由就是，老师你让我好害怕，老师色眯眯，让我心惊惊。哎，这是大圆，又大又圆的大圆。就是我们系上有一个教授，就是每次跟就是只跟漂亮的女同学讲话，而且他就是不时的就会凑过来，然后说，哎，那你那个会吗？然后就动手就毛手毛脚，然后还会就是跟你讲话，他以为我们没看到，其实他就是一边看，然后会一直盯着女同学的胸部。然后除此之外，听说就是他还会偷泄题给漂亮的女同学，但是重点是他都已经吃我豆腐，还没有泄题给我，他就觉得很不划算呢，所以他才来飙坑啊。如果他有拿到题目，他就不会在电视上说了。偷看了，然后他这样就让我们觉得很不舒服，然后就不喜欢去上他的课。哎呦，有这种事情！我曾经也碰过类似的事情啊。你看是老师色眯眯，而是学生穿低胸。嗯，那我们在讲台上，那个学生呢，平常打扮呢，因为也许他交个老外朋友，他就平常很习惯。